最暖心的画面，家里有个蹒跚学步的小朋友，那绝对是多了个跟屁虫的节奏。父母走到哪儿，小朋友就会跟到哪儿。父母出门上个班都不容易啊。这不，近日浙江绍兴的黄先生要开车去上班，结果一岁半的三胞胎儿子追着车在后面一直跑。看到这一幕，黄先生开出一段路后果断停下了车，回头来抱起三胞胎儿子，这画面简直要暖哭了。黄爸爸说，压力虽大，但每天看着儿子们就很幸福。